哈喽宝贝们，我来上班了。今天我们浅做一个法师款。底色用到两个，先用这个裸粉色打底一遍，当当当当，裸粉灰色再来叠加一遍，底色完成了。法式的颜色需要调一下，来画法式边了。哎呀呀，没录上。全部的法师就画好了，有没有发现法师上面我又叠加了白色的线条？开始贴钻了。贴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裹个钻，其他钻也会裹得节省时间，就不录了。封层也没录上，涂完封层我会用钻石增亮机擦一下钻。最后修一下边边。